大家好，我是吴老师。今天老师要教大家做一道目前在外面非常夯的料理，叫胡椒猪肚鸡汤啊。那老师教的这个胡椒猪肚鸡汤呢，第一个它是少油，而且它又非常容易上手的一道汤品，非常好做，在家里可以试试看啊。那以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。老师今天的胡椒猪肚鸡汤用的是石斑羊肠的去骨鸡腿，还有呢我们会用到石斑羊肠的高汤。首先呢鸡腿是整只的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要改刀切成块状。好，我们鸡腿切好了，那这里我们会用到猪肚。好，猪肚的部分呢，你买回来之后呢，因为现在猪肚大部分它都会帮你清理干净了，买回来之后呢记得一定要先做个动作，就是穿烫猪肚。烫好之后你会发觉这里会有黄黄的一圈，这个是不能食用的，所以呢你要拿刀慢慢的把它刮干净。再来我们先改刀把这个猪肚一分为二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进去煮的时候呢，它才不会太大，里面还有空气浮在上面。好 OK， 好，我们把猪肚放旁边。接着下来呢，白胡椒进去之前呢，第一件事要先炒过，建议大家买印尼进口的白胡椒，因为它的香气是最浓的，干锅干炒它呈现的味道就会非常非常香，闻到它的香气了就可以出锅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煮我们的胡椒猪肚鸡汤了哈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呢，我们先准备一锅的清水，再把我们的两包鸡高汤给摆进来。火开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陆续的放入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。猪肚原本这一道料理呢，它是放进猪蹄旁，那因为这几年大家少油又不想吃太肥的，好像例如说有皮的部分呢，所以呢我就改用梅花肉，老师改用梅花肉。那用了梅花肉之后呢，它就少了一个胶质，所以呢我就放入鸡爪，刚刚炒好的白胡椒、党参、玉竹、山药、豆蔻，一小块的姜拍碎就可以了。我们就让它先煮开，煮开之后呢老师会先焖盖，焖盖之后呢转小火。那小火我们要煮多久呢？原则上是煮三个小时。那要煮到这个三小时呢，我们的中药材的味道才会全部释放出来，我们的胶质才会全部释放出来。那这个三小时的中间呢，老师会建议大家在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就先把梅花肉夹出来，好，试试看梅花肉是不是你要的口感啊。再过个半小时你就可以把猪肚给夹出来了，看看猪肚是不是你要吃的口感，是的话呢夹出来的肉就不要再摆进去了。假如说你觉得口感不够，你觉得还太硬，你就再摆回去煮，煮到你要的口感为止。其他的食材呢一定要煮到满三个小时为主，这样我们的整个香气的浓郁才会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煮了三个小时了嘛，老师已经把里面的食材都捞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这里面呢就是一锅的胡椒猪肚鸡的前置作业的汤。火打开，先把我们的鸡肉给摆进来，煮开了之后呢我们就盖上锅盖焖煮，大概是15分钟左右，让鸡肉软化了它就可以开始食用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现在刚刚拿的这个梅花肉，放了冷了之后呢我们就准备是改刀哈，把梅花肉切一切变成片状。猪肚呢看个人喜好，切成宽条或细条都可以，喜欢吃口感脆一点的就建议大家切比较宽的宽条。那至于这个鸡爪的部分呢，因为它胶质很浓，我们熬了三个小时之后呢，这个鸡爪几乎胶质也都被我熬出来了，所以这个地方的鸡爪呢你要吃或不吃都可以，你要吃的话再把它摆进去。中药材弄出来我们分两个部分摆进去的，就是只有红枣的，其他中药材基本上来讲老师已经不摆进去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煮了15分钟，我们把盖子打开，这个时候呢就把其他食材都摆进来，这是梅花肉，猪肚也摆进来，红枣，鸡爪呢不要浪费。好，那我们就盖上盖子，煮到滚了之后呢我们再做下一个动作。煮开了之后呢，来我们打开锅盖，好，那我们把火转到最小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调味了哈，放下盐巴，干贝粉进来有点干口度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撒下我们的枸杞子了。枸杞子为什么这个时候放呢？因为枸杞子它不耐煮，它在汤里面像刚刚一炖三个小时，其实枸杞子会变酸味，会发酸，是不 OK 的。最后呢撒上我们的白胡椒，那我们的胡椒猪肚鸡汤就已经做好了，待会儿就可以上桌了。今天的这道胡椒猪肚鸡汤你学会了吗？一定要做做看，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喝了。喜欢老师的影片不要忘了要订阅、按赞加分享哦。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老师，看你想学什么料理，老师尽量会满足大家来教给大家。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哦，拜拜。